你们没有点关注给我榜一个我靓仔哥啊，我远方哥点点关注榜啊，我徐哥点点关注，谢我快乐姐啊，谢我快乐姐，快乐姐说等一下请我吃夜宵是不是？是不是啊？快乐姐，快乐姐，我要吃小龙虾。来，家人们继续点赞啊，继续点赞，继续点赞，人气榜在33名，百强榜到13名了，家人们继续努力，给赞赞点到500万，辛苦辛苦。来，我给大家唱一首歌，与你无关。谢谢我快乐姐，感谢我快乐姐的跑车，谢我快乐姐。来，一首与你无关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谢谢家人们辛苦，点点小红心。就习惯孤单，慢慢就变得冷漠，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忘记过去，慢慢就不再想念，慢慢就接受风力，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原谅自己，慢慢就一刀两断，慢慢就放过自己，慢慢就与你无关。是有洋气的人。金龙哥，慢慢就接受风力，慢慢就与你无关。嘿，谢谢我许哥，谢谢我宇哲哥，谢我宇哲哥，感谢，谢谢我宇哲哥，谢谢大家都过来捧场、哦、我宇哲哥，你们看一下，我远方哥，你们看一下画面怎么样，歌声怎么样？就是我感觉我唱这个麦啊，我还是有点不得劲，还是我不习惯，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我就是感觉到还是就是唱的挺费劲的啊、要么就伴奏大，要么就是话筒小的。就是唱的比较辛苦啊，唱的就比较辛苦，我也不知道啊。许哥，你们感觉怎么样呀？感觉效果？我没想到，对，可能有点不习惯，可能有点不习惯，太不习惯了，因为我用我那个麦克风，我用了几年了，用了5年了，所以说我有点不习惯啊，背景有点太花了，是吧？那我们给我们背景来点素一点的啊，我也喜欢素一点的，我不喜欢的就这种太耀眼的啊，背景给我们。对，抒情一点的，来素一点的、嗯、来素一点的啊，声音可以，就是嗓子太哑了，是吧？那就是因为我靠，我这发型后面这么酷吗？我都不知道，给我剪的这样子吗？啊、哦、对啊，我这发型他给我整挺酷啊、哦、酷不酷家的吗？谢谢啊，谢谢，谢我仰望哥，团队不专业也不是，我们这几天都在调试啊，我们团队很专业啊，只是不懂啊，没有调试成功啊。谢谢，背景太近了是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我就感觉到这个背景从这个视频里面呈现的都是蓝色的，但是我们现场看是黑色的，我觉得黑色的呀或者绿色的呀，这青绿色的比较搭一点哈，因为直播间里面啊这样子就会素一点，就会好看，但是一转蓝色的呀红色的，他就感觉到没有那么好看啊。对，我们找一个帅哥互动一下嘛的。裤子烂了是吧，我裤子都是烂的，我要找那个裁缝过来帮我补一补。我徐哥有在吗？徐哥你们想听什么歌吗？徐哥给我徐哥呀，远方哥点点关注我，谢我宇哲哥。我宇哲哥你改名字了是不是？是不是宇哲哥？是不是上前两次来我说欢迎我洋气的人，欢迎我杰哥，欢迎冰冷哥，我说要去南京演出啊，我去说要去南京搞一场户外啊，将来我应该都会吧啊，都会啊，但是我第一场的话不是厦门就是安徽滁州啊，要么就是我们凤阳县，就是看一下挑一个地方啊，希望大家到时候都过来玩，我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啊，家人们可以左上角给花姐点点关注，左上角给花姐点点关注，到时候我发段子你们能收到啊。啊你改名字了是吧宇哲哥啊，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比较简单，对，这个名字比较简单一点，人站远一点是吧，远一点可以啊，可以啊。你们喜欢的镜头感跟我喜欢的镜头感可能不一样啊，没有掉链子，任其性发挥，好，还可以吧，还可以吧，没有那个吧，没有掉坑里面去吧。我徐哥，徐哥下次我要你，徐哥你在哪个城市，下次我要到你那演出，你也来我的现场跟我上台互动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现在还在调试很多东西不懂啊，等我们调完事之后然后你们就可以来玩了哈，可以给左上角点点关注啊。花姐哪里人？安徽滁州的，跟有滁州人，跟我的直播间给我安徽的，我现在跟你们讲老家话你们可能听懂，给我安徽的，好看是吧，我吗，你说我好看吗？好看的在后面的啊，我徒弟长得好看啊，我徒弟长得好看，我不好看，我那个比较那个老气啊。花姐你找谁打一把，我不知道呀，毛蛋在看啊，毛蛋在看啊，你们手上有没有人气票呀，有没有人气票，家人们在帮他找的这个同时我们来点点小红心，点点小红心，500万马上到了，小红心，每个人点几下小红心，辛苦一下啊，辛苦一下，点点小红心，家人们我们点点小红心喽，马上到500万了，家人们500万，每个人点几下就到，路过的朋友啊进来直播间给花姐留下一个免费的关注，私信说好吧，好的我知道了徐哥，你们给我徐哥点点关注啊，我梦想哥点点关注，给我梦想哥点点关注啊，给我梦想哥点点关注好不好，来我给我徐哥唱一首歌，徐哥你喜欢听花唱什么歌，给我来一首比较抒情一点的歌吧，被惠子吗？Hello，在我连麦的时候音乐要暂停好不好，谢谢月增，感谢月增，谢谢神龙宇，玩一把呀，好，怎么玩呀、玩一把我谢谢大家关注，你要玩什么，我们画点脸呀，带个特效什么的方便吗，带特效可以，带特效、哎能不能是这样子啊，就是咱们带个什么传出去，如果输的话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带那个猪猪传出去 OK 吗， OK， 我们俩一样 好不好，我们俩惩罚一样，血条低的干嘛，血条低的，那血条低的话那我们就蹲起吧，要不然就血条低的跑步，跳跑步也可以，跳 OK， 跳跑步跳 OK， 好跑步跑步跑步 OK OK、那我们从十分钟的吧，十分钟的，那你从一开始还是直接开始，我连你接一下，你连我接一下，我接一下重新连我就可以了，
哥，现在怎么挂掉了？毛丹，这个时候你要待在那个视频的旁边，好不好？现在直播间都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加盟点赞啊，继续点赞，继续点赞。惠子啊，惠子那边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这边看不见啊，我这边看不见。背景换一下，这个蓝色的我们尽量就不要用了啊，好丑。来吧，来吧，直接闭麦。换一个打 PK 的歌。来，家人们，人气票，这个效果牛是吧？这个效果怎么样？来，家人们，我们今天的第一把啊，谢我元气的人，感谢我元气的人。三万人了，直播间没点关注的前方三点点关注啊！感谢我洋气的人，谢谢我洋气的人。哎，谁蹲？他蹲是吧？刚刚我们啊，他要一直跳是不是？感谢我洋气的人，谢谢老大。大家我们没点关注的左上角给花姐点点关注啊！我们把人气票丢出来。把人气票丢出来，每个人丢一点人气票，点点小红心，没有点关注的榜上大哥点点关注，感谢给我远方哥点点关注，把洋气的人艾特出来，感谢一下。谢谢大家。花姐要不要工钱？要不要什么工钱？什么？你要跟我打工，要不要给工钱？给我打工的人都是给我钱。再换一首。外星人来了，大哥就搞定了是吧？哎，外星人大哥哪去了？我到现在没有发现他不在呀。啊，我都没有发现他不在呀。继续点赞啊，继续点赞。分享一下直播间，叫什么？分享一下直播间，告诉全网花姐已上线。我们记得啊，记得感谢啊，感谢艾特，感谢洋气的人。我们感谢一下洋气的人，给前榜三点点关注。感谢我徐哥，给徐总点点关注，榜三。谢我远方哥，给我远方哥点一波关注。感谢我远方哥，给我远方哥破一万的关注。点点关注啊，给榜上的大哥全部点点关注，护花大队的，到时候加入花姐家的粉丝团，到时候给大家送福利。加盟一，哇，现在全公屏都是花姐姐家的灯牌啊，牛了，老大到我们牌了啊，到我们起来了啊，忘记了，不好意思。啊，行，谢我洋气的人，谢我洋气的人。来，谢谢。马上给他们发个红，发个福袋啊！发了，发了哦，左上角有福袋，家人们。免费的人气票打出来，家人们，免费的人气票，感谢我老大，谢谢我老大，谢谢洋气的人，感谢我远方哥，谢我毒酒哥，感谢我毒酒哥，谢我快乐姐，感谢我快乐姐，感谢我快乐姐，谢欢迎我。毒酒大哥，欢迎我毒酒大哥，欢迎我毒酒哥啊！没有点关注的给花姐点点关注，我抢一下福袋，谢谢大家。
战哥不给力是吧？再换啊，再换啊！欢迎我毒九哥，欢迎我毒九哥。这个背景，再换。好。谢谢大家，洋气的人点过不了，洋气的人是神秘号啊，我们跑。放一点什么歌？放一点我平时放的歌，毛蛋不知道吗？但就得了，那也有音乐的歌。谢我平常哥，谢我平常哥。这个是我的 QQ 号吗？每个人点一下小红心啊，感谢！我现在人气榜在28名啊，叫你们把人气票丢出来。把人气票丢出来，人气票丢完出来，我们马上10点钟又有了，家人们，一起，一起，家人们给人气票都一打一打。家人们，10点钟之后，再过5分钟之后，又有130张的免费的人气票，家人们先把人气票全部丢出来，抢一下左上角的红包，谢谢，抢一下左上角的福袋。左上角给花姐点点关注啊！左上角给花姐点点关注，500万的小红心了，继续点。人气票，家人们，免费的人气票，免费的人气票，家人们，每个人有130张，全部丢出来。弄一个流星的背景吧，黑色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给我徐哥点点关注啊！黑色的，黑色的有没有？素一点。背景太刺眼了是吧？没事，我对这个好，我让他换没关系啊，我让他换啊。这个凳怎么跑进去了？我去，来把这个凳子拿走，拿到那边去，凳子。继续点赞啊，继续点赞啊，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背景的进了还进吗？家怎么 PK 加成中送礼物是3倍的，家怎么一起帮帮忙众筹 PK 加成中送礼物是3倍的，一个华子顶2个华子的票，家怎么一起帮帮忙上一上闪票，看一下我们调试的，谢我洋气的，看一下我们调试的怎么样，我们调试的这个现场呀，什么氛围搞起来，烟火打起来，灯光闪起来，来干就得了。感谢我天飞哥，谢谢我洋气的人嘉年华，谢谢。很好吗？花姐很酷是吧？眼镜呢？
来，家人们，还有最后26秒，一起帮帮忙，守一波塔，不要被对面偷了，家人们一起帮帮忙，守一波塔。还有最后10秒，后面不守塔，前面的票白打，家人们一起帮忙上，他们对面上了。感谢大家，谢谢，有钱有面子，终于赢了，谢谢谢谢。没有音乐吗？都说出门要靠朋友，谢谢，拿下，家人们开心啊、哦、有钱有面子，对不对？百强第12名啊、哦、家人们继续点赞，感谢我洋气的人，感谢我远方哥，感谢感谢我徐总，谢谢我徐哥，谢我独九哥，感谢我宇哲哥，谢我快乐姐，谢我飞天哥，谢谢我阿杰，谢我冰冷哥，感谢我堂哥，谢我立功哥，谢谢所有的家人们，感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漂亮，开麦，谢谢小师妹。你在吗？啊，然后音乐声就可以小了啊。刚刚惩罚是什么，花姐？刚刚惩罚是带个小猪猪的特效传出去。对对对，好，我传出去、啊、行，好，帮我看一下阿佑跟开播了没啊？不，承认了啊。然后我们相互点点关注，谢谢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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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哎，我把这个猪猪带上。嗯、哦，花姐、嗯，拜拜，拜拜，拜拜，我传出去，拜拜。嗯。用什么？你换电池？换电池不用换，我这满满的电，我这有电，干嘛要换电池？不要换，我没电我都能唱，对不对？没电就能唱。咱们3万人了，继续点的。还想听什么歌，家人们？叫我们家美女上来唱一首好不好？有人陪伴，我跟小美女一起唱好不好？哪怕一个简单笑容。好不好？哇塞，我这徒弟都知道叫他了，我叫你的吗？我是叫你的吗？啊！我说美女，他又没有赶忙准备了，是真的。我徐哥，我让我们家大宝贝上来给你们唱一首歌，好不好？要不要看美女唱两首歌？哎 ，OK， 我叫我漂亮的徒弟上来给你唱一首，给你喝点迷魂汤好不好？给你喝点迷魂汤，要不要喝？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给花姐点点关注啊！给花姐点点关注。哦，外星人大哥，你哪去了你？来，给我放一首《爱的迷魂汤》。有请我们家的美女啊，先把我们的全部换一下啊，我先唱第一段好不好啊，然后我下你上哈。嗨嗨，小外星人雷雷。She's showing off her belly skin, looking sexy with navel ring, she don't care who they think she is, and she's just doing her thing. She's showing off her belly skin, looking sexy with navel ring.She's just doing her thing.手掌紧紧抓住不能放，心甘情愿跳起
下爱人迷魂汤，让我失去活来忘也不能忘。当我喝下这碗伤了心的汤，数着眼泪夜夜春短感伤。好听吗，家人们？我们要斗呀！你给你师傅刷礼物了没有？啊，你给你师傅刷礼物了没有？过来，你给你师傅刷礼物了没有？啊，我手机在接，声音小一点。不是怎么回事你？一点都不懂事，啊？好好培养，是我的车，还可以吗？还可以吗？你要感谢一下徐哥，感谢外星人。洋气的人，谢谢洋气的人，谢谢，谢谢外星人大哥，都谢谢。外星人大哥，嗯，谢谢啊，谢谢徐哥，感谢我徐哥，现在这个小助理唱，小助理现在已经到那个叫什么来，退后了啊，已经那退下去了啊，现在是我们的幕后啊，然后小豆芽在刷烟花，现在是多少粉丝啊？在1300多，1300多是吧？你让这位直播间里面20000多人看能不能给你破个2000，好不好？小哥哥小姐姐们，哥哥姐姐们，给我点点关注呗！啊，退后一点是吧？对，给我们家小豆芽点点关注啊！小豆芽点点关注啊！虽然唱歌有点跑调，但是可以培养，对不对？谢谢我一切哥，感谢我一切哥。小豆芽在刷烟花啊，家人们没点关注的给他破个2000，我看现在是多少，你使劲刷呀，怎么充点光充舍不得刷了，怎么可能，你还会唱什么歌，还会唱什么歌，师傅给我选一首呗，师傅的歌都会唱是吧，可以，我看现在多少那个关注了啊，在哪看呀，我也看不好，给我们家小豆芽点点关注，还有我们家的如意啊，1600了啊，1600了是吧，再唱一首歌给你破个2000，好不好，好不 好看一下这些哥哥姐姐们给不给你面子啊，家人们，小豆芽在榜十哦，家人们没给点小豆芽点关注的给小豆芽点点关注，对，给我们家小豆芽点点关注啊，来首情歌最老却动听，不是学了吗，学会了吗，唱与你无关吧，与你无关，好，可以，你要唱什么都可以，把那直播间里面都喜欢听，对不对，对的话给我 扣个一，不要唱了，不行，大家那个直播间里面低调一点好不好，能不能给点鼓励给点鼓励好不好，我们给我们新人一点机会，对不对，给我们新人一点机会啊，来扣一波，加油，慢慢就接到人民，慢慢就习惯孤单，慢慢就变得冷漠，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忘记过去，慢慢就不再想念，慢慢就接受分离，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原谅自己，慢慢就一刀两断，慢慢就放过自己，慢慢就与你无关。
慢慢就习惯孤单，慢慢就接受分离，慢慢就与你无关。好听吗，家人们？好听吗？谢谢大家，感谢我徐哥，应该徐哥给你刷礼物了，谢谢徐哥，都是给你刷的，知不知道？谢谢徐哥，在你唱歌的时候，人家给你唱，就给你刷礼物，你要懂得好好学，知不知道？每个人给你点一个小星星，都是对你的鼓励，不要以为自己长得漂亮，谢谢，知道吧？没有用，要学点才艺，对不对，家人们？外星人大哥说，对不对？唱一首歌，对，外星人大哥，你要唱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好好学习，知不知道？还小啊，家人们，还挺漂亮的。她才18岁，哎呀，真的，再也回不去的18岁了。太难听了，有多难听？我去，啊，有多难听啊！你跟他们互动一下，问他们有多难听，很难听吗？问他们，难听吗？难听吗？难听我也唱，难听我也唱，我就这样，气死你，对不对？对。对，你就跟他们就沟通吧，你看公屏上面，难听我也唱，难听我也唱，是，对，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哦，外星人大哥要听什么歌？外星人大哥，咱们听一首歌，听啥？对，你要唱什么？我让他给你唱，是要听他唱还是要听我唱？难听我也唱，可以吗？可以吗？嘴巴都打不开，因为他笑的嘴巴合不拢了，都跑在天上了是吧？那个外星人大哥，你倒是飘屏呀，你给我小赞赞的点一点啊，家人们，小赞赞点到1000万好不好？家人们继续点一点啊。算了吧，裤子穿反了，哪个裤子穿反？小豆芽的裤子穿反了，他太着急了，听说今天我的号开播，裤子都穿反了啊，你还真信他们的，还低头去看一下啊，啊！外星人大哥受不了了，都不敢点歌了，真的。外星人大哥，我们来唱一首《情歌最老却动听》，我们来一起合唱，好不好？好不好？会唱吗？此情。好。好，来给我们来一首，嗯，此情一直在心间。撒娇可以。不是，关键他撒娇的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听我想听我唱，想听我唱是吧？哎呀，我以为想听我徒弟唱呢。可以，想听我唱，那我又挑一首了啊，我又挑一首了啊。我有说要办要 DJ 的吗？稍等一下，我不一定要唱这个歌，我唱一首比较有感觉的歌，送给我外星人大哥，好不好？外星人大哥，你喜欢听抒情一点的歌，我唱一首那个，被痛吞没吧，被痛吞没。喂喂，我的麦的声音大不大，家人们？坐那边。好的，我这边听好大。喂喂，送给我外星人大哥。你曾经对我说你会永远的爱着我，为什么现在却要离开我？我做错了什么？你如此的冷漠，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如果你离开我，我会一直很难过。我承
受不了陪你的寂寞，我该怎样做？求求你告诉我，别让我的泪水流成河，苦苦挽留成为大错，无情的抉择。回忆过去，你说爱我，刺痛我心窝，真心付出却换来虚假的承诺，深陷爱情的漩涡，非常痛的我，非常痛的我。谢谢我外星人大哥再次来到花姐的直播间，家人们感谢扣一波好吗？给我外星人大哥点点关注，外星人大哥加了我们户外，你也要来哦。你曾经对我说你会永远的爱着我，为什么现在却要离开我？我做错了什么？你如此的冷漠，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如果你离开我，我会一直很难过，我承受不了没你的寂寞。我该怎样做？求求你告诉我，别让我的泪水流成河，新的抉择。回忆过去，你说爱我，刺痛我心窝，真心付出却换来虚假的承诺，深陷爱情的漩涡，悲伤痛的我，苦苦挽留终未打脱，无心的抉择。回忆过去，你说爱我，刺痛我心窝，真心付出却换来虚假的承诺，深陷爱情的漩涡，非常痛的我，非常痛的我。好一首被痛吞没，送给我外星人大哥，洋气的人，谢我远方哥，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好听吗？唱跑调自己都笑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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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嗓子受伤了这两天，我着急呀、啊、感谢我走路飘飘啊，谢谢我洋气的人，谢谢我远方哥那个谢我毒酒哥啊，你们大家都给点建议啊。我那个徐总这几天你都没来啊，我让一个男孩子上来给你们唱一首好不好？我怕等一下给我唱跳一万人啊，走过直播间有不多人，来有请我们的男孩子上来唱一首好不好？点的什么歌？上海滩什么歌？暗里着迷是吧？可以，暗里着迷啊，是广东话吗？广东话是吧？啊，家们都怪夜太黑，家们去酷狗分享一下，打个榜啊，这是我的新歌，我都没有来得及去拍段子啊，家人们每个人都跟我可以跟我这个同框一下哈。外星人大哥你稍等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男孩子怎么样唱歌，这以后都是我们团队出行要带的人啊，家人们，我们这两天歌手会越来越多，好吗？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花姐的团队，谢谢你们。可怕可怕要这么用，徘徊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自我难耐，注视千多百个深夜藏在望见内，我要问过你这北京并无存在，人生千千开始消耗晒，无限挣扎要过潮跟奴隶，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贪爱。其实每
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这次和梦里超出好友关系，围晒眼里爱你眼里着迷，无谓有你夜深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使我如鬼。谢谢谢谢，刚开嗓子。只是千个百个深夜沉醉，望见你，我又问过你，这北京便没存在。人生痴情开始是何晒，无限挣扎有个千斤落地，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冒尽他。其实每次见你我也沉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再次和梦里超出好友关系，围晒眼里爱你眼里着迷，无谓有你夜深家中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使我如鬼。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就算这次和梦里超出好友关系，其实每次爱你眼里着迷，无谓有你夜深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把我摧毁。谢谢谢谢啊，哦，刚那个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嗓子还没有完全的打开，谢谢谢谢啊，谢谢你们支持啊。我的麦哪去了？我的麦哪进来？啊不要走开，不要走开，真唱假唱啊？大哥肯定真唱呀，都说假唱了，肯定好听，真的。都说我们俩合唱一首歌，你为什么一唱就掉人气呢？我们这直播间里面不美女少吗？啊，美女不点赞吗？美女，美女吗？你们是不是不点赞？是不是不喜欢帅哥在我直播间里面？还是花姐的直播间认识？我跟你说，我直播间里面以后女孩子一个都不收，全收男孩子。我告诉你，还是好多男粉丝啊！太假了，我去，还有还原声关掉呢，原声真的假的？不是对口型，家人们，不都你们都能看出来是对口型吗？真的假的？我看前面好多人都在说啊，说这个来再放一遍，我来唱。把刚刚那个再放一遍，我来唱。我来啊，家们给我来点掌声，给花来点掌声。前面我来啊。OK。嗨，还原声呢，来喽。好吧好吧，还没赢那份回赞忙不累，会不会差过多假唱吗？掉了吗？怎么难难，只是千真不千般赢怎么都不走，我又问过你这把马达马达你笑什么？马达人生痴情开始是，家人们不是假唱啊，不是假唱，真唱啊。可能大家这是在开玩笑。来个换手，来给我们来首上海滩。来，上海滩，上海滩。哎呦，徐哥，你看我徐哥都给我们鼓励了，你们还说假唱，谢谢，真是的。花仔版的哈，花哥版的。徐哥，这个徒弟收不收？徐哥，说的话给我飘个屏，收不收？嗨。老老梦里偷偷
真了，世间事还做透。好听吗？许文强，那强哥，你要跟我互动一下，你要时不时的看一看我，知不知道？你要看看我，这不长得这么丑吗？不是不是不是，我一看你啊，我就比较紧张，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为什么要紧张？对不对？我都想看你两眼，你也不看我。可能是您啊、气场太强大了吧？是吧？我说怎么搞？我看你几次你都不看我。不是我不敢看花姐的眼神啊，她的眼神。就是哎呀，我今天我都偷偷看你，好像从你下午来我就一直盯着你看，我真的我都一直看着你啊。下面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的男团啊，我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就是好听是不是？家们，你们觉得这个徒弟我收了可以吗？收不收？我发个大红包啊！对呀、啊，收不收？你们给我点意见啊！他要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收不收？是的，收不收？我有点紧张，确实确实。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直播间里人都是家里人，知道吧？我的直播间里真的很少很少的黑粉，知道吧？我们要放开了。我有看，对，我们直播间里面虽然我们只是隔了一个屏幕，但是他们都是陪伴我几年的铁粉。对对，我有感觉到哈，这两天我有看。是我们直播间里面全部都很支持花姐啊，陪伴我很多年了，因为他们都比较喜欢音乐，所以说我也在不断的出我的新歌。哎、那大家都是喜欢音乐的人，但是我看到他们在评论区夸我说啊，还行哈。那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啊！你看看飘萍，可照自采，是收是不收是不是？以后我团队只收男生，女生的我都不收了，真的，哎、好不好？对，好不好？让我直播间里的管理员啊，什么女孩子呀、啊，都饱饱眼福，真的是的，只要你不到2米哈、啊，都可以来啊！啊，加了我跟男孩子唱一首我们闽南的歌曲啊啊，我们就是我在厦门、福建这边也待了好几年了啊，我在厦门。厦门也是我的起步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我现在也定居在厦门啊，我也算是半个福建人啊。是直播间。然后、我唱的有点不标准，我们俩你介绍一下你是哪里的。没有，我是介绍一下是哪里的。我也是安徽的，也是安徽人、啊。对，然后这么巧我们两个都是安徽的，他家到我家很近，他是安徽。对对 几十公里，对。蚌埠的，我是滁州凤阳县的，所以说我们家离得很近，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同框在这个屏幕里面。然后我们俩还能合唱一首闽南歌曲，闽南歌，闽南歌，对，要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听懂啊，但是我们俩还是想唱一段送给大家，好不好？好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男人心女人情》。 对， 对，男人情女人心，是的，来、啊、男人情，我们老音乐老师准备一下，咱直播间里可能也有福建人，我们的氛围搞一下啊，什么烟雾呀，什么灯灯灯打一打啊、哦，来一点，来一点，辛苦啊！我们还是背靠背吗？可以，不用不用，就这样就可以。对对对，把你站这边。好 ，OK。我们对我们多看我两眼好不好？啊，为了唱这首歌，我就想多看你两眼啊。好的，我尽量哈，胆子还需要再提炼啊。好，烟雾。不让放是吧？抽烟。唱的不是很标准啊，大家这个多担待一下。咋不让你进？干嘛没爱拼一心？咋不让爱心？干嘛为情浪一心？对你几多情，是愈搁愈坚定。爱你尽命心也未变形，无奈变也风未停，啊变也风才冷，人的情也不敢停也不敢离。是几点的几多情恨的心挂的心吗耶心吗耶，再回来再回来，几多情恨的心挂的。抱紧姐唱的唱的怎么样？好听吗？标准吗？有人说的确不标准啊。掌声。咋不让你进？敢问为爱拼一心？咋不让爱心？敢问为情浪一心，对你几多情，是愈搁愈坚定。爱你尽了心也未变形，无奈变也风未停，啊变也风这冷，人的情也不敢停也不敢离。心挂的心吗耶心吗耶，再回来再回来，几多情恨的心挂的。无奈天涯风未停，啊天涯风这冷，孤单的是几点的几多情恨的心挂的心吗耶心吗耶，再回来再回来，几多情恨的心挂的。好，一首闽南歌曲《男人情女人心》送给大家。谢谢，喜欢吗？谢谢，喜欢吗？配合的非常棒，是这首歌好像闽南语，我指挥这一首、啊，我指挥这首闽南语的合唱。改天让大家多教咱们几首啊。对对，那大家喜欢听什么都可以扣在我们评论区啊。这个帅哥的号还没有，不能给他点关注啊。下次啊，户外的时候我们人气会越来越多，到时候我们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
好事多磨啊，到时候再给帅哥点关注啊，介绍一下我自己叫什么名字。普普，那个对，他叫普普，对对对对，黄浦江的浦，对对，我们来自安徽，明天我们要网名要起一个好叫的，我们就叫帅哥，好不好？这两天正在想，我们就叫帅哥。歌名就那个网名就叫大帅哥，大帅哥花姐家的大帅哥，会不会太自信了啊？不不不不，我们直播间公认的，是不是？是的话给我扣个一，我看看有多少人给我们扣一，是不是？一个都没有。有，绝对有。不可能。西北的海岸，西北的海岸，好像不是合唱的歌吧？对对对，不是合唱的歌。对对对对，帅哥，那办事有什么要求？只要你有才，花姐的音乐创新音乐等着你来，好不好？是的，花姐的还有这边，花姐不但这边有直播间，花姐这边还可以帮你做原创音乐，然后我隔壁间是一个录音棚啊，我现在就是不能方便。九红连过来是吧？有人连麦是吧？找揍的，真的找揍的啊！来吧来吧，那你跟他来吧，没事啊啊，行，你跟他啊。谢谢啊，挂掉就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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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家人们继续点赞啊！我们小赞赞今天点到10000万，我们明天人气还会很高啊！我们今天的人气达到60000啊，达到60000啊！家人们，我们明天直播间就会人越来越多啊！我们今天试播很成功啊！师傅就是师傅，大地音频很牛逼啊！真的，我觉得真的他们调试的太好了，真的。太棒了，包括这个灯光啊，这个啊，大地一米给你一个大赞啊，不知道你在不在直播间里面啊，不是说今天上榜一的吗？我也没看到你啊，我真的没看到你，我都等你半天了，给我拿个凳子我要坐一下，让我的那个小如意过来陪我播，拿矮凳子。然后我跟家人们安静的点介绍一下啊，家人们，我们这边啊、是一个创新音乐，然后你们我这边主要收土地的、有就是你啊要唱歌唱的好听啊，要唱歌唱的好听啊，坐这边如意坐这边就行，对，我们这边要唱歌好听，只要你的声音好，我们就会啊公司就会包装给你写歌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录音，很方便啊，很方便。然后全程有花姐给你监制啊，花姐做了这么多原创音乐，就是你们录音的时候，我都会在旁边给你们监评啊，都会给你们监制，坐在这里。就是说，制作人是花姐啊，然后你们只要唱歌好听，就可以来到我这边，可以。啊，联系我主页上面的微信啊，联系我主页上面的微信，欢迎花姐团队，欢迎你们大家加入啊，欢迎大家加入。没有什么拜师要什么要求啊，要求就是你唱歌要好听，知道吧？其他什么都不要啊。有的人问花姐啊，你直播呀，要不要学徒？要不要学徒费？不用，知道吧？我们是一个音乐公司啊。就我们直播呢也是为了宣传歌曲，其他的真的没有啊。谢我外星人大哥，外星人大哥，过一段时间我有可能户外了，你到时候也过来啊，到时候也过来现场，可以来看一看哈，给我们点意见啊。哦，我今天我们那个我们的老家的邀请我回去，对，要我回去啊。创新音乐有才你就来，没错喽，对。看我们家如意长得多漂亮，家人们给我们家如意点点关注啊，给如意点点关注，如意唱歌也非常好听的啊，如意唱歌，他今天的号上不了榜，所以说你们要搜索一下，他叫如意花姐团队啊，你们可以看一下他啊，可以看一下他，他来自河南，从河南过来啊，拜我为师的啊，然后我们放一首歌让如意唱一下吧，就唱那个什么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是吧，这首歌送给外星人大哥，好不好？好的，好的，嗯，你要给他们大哥们打打招呼呀，粉丝们打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你来自哪里？
家人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的一个一个主播啊，我特别喜欢花姐的音乐作品，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非常的，我觉得又有特点又很走心啊，所以我来到远远的奔赴来到厦门啊，拜花姐为师，希望能跟随她，然后好好的发展音乐事业，感谢家人们的支持，谢谢，好好努力啊，好的，好好努力，红花大队都会支持你啊，谢谢。听一下小姑娘唱的怎么样啊？听一下如意唱的怎么样？时候只能问月亮，
相思的泪谁在不停流淌，只有默默地遥望着远方，把那相思的苦深深埋葬在那曾经的老地方。亲爱的你不知现在怎深人静是是否把我想，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他们都说这个徒弟唱歌非常好听，我要切换一下讲话的声音。谢谢外星人大哥，洋气的人都在夸你，都在夸你说的唱的好听，真的谢谢，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比说的好听啊，准不准？这是一位河南的啊，北方姑娘啊，家人们喜欢的话你们可以搜索一下啊，调人是很正常的啊，调人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现在在护卫，我们在室内能做到5万+6万+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最后能上到10000人啊，家人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就是说你们可以逛一逛别人的直播间里面是怎样的啊，好不好？家人们我们觉得很正常啊啊，家人们你们那个直播间里面的所有的家人们，你们给点如意一点意见啊，白白净净的，他们都是小孩子啊，他们都是小孩子，很小是不是很小，真的。然后我家如意长得很漂亮啊，她本人也很漂亮，就是你们要是喜欢听歌的朋友可以给他点点关注，因为是鼓励嘛，他们都是零基础的，他们都没有粉丝的，知道吗？他们需要你们的鼓励，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也是，如意你记住，你师傅也是从3个人5个人播过来的，我之前是从大排档的时候我拖着音箱，知道吗？我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师傅领进门，修行还得靠你自己，知道吗？真的要靠你自己，你要自己要能吃苦，你要把每天的段子做做好，然后把你的歌练练好，知道吧？我从来都没有工会，我也没有团队，我播了5年，我的人气一直都很好，我也没有拉过，我大哥也没有断过，真的，我支持我的粉丝5年了都还在，知道吧？你要好好学习，真的要好好学习。我是从大排档的时候我就拖着音箱，直播间有3个人。他们看我在大排档唱歌的时候，他们看到没有客人点歌的时候，客人骂我的时候，他们都让我坐在巷子里，他们去点，那时候才20块钱一首歌，10块钱一首歌，他们在巷子里面点我歌，每个人点个100多块钱的，200多块钱的，不让我去大排档受罪。然后我就每天兼职拍段子，别的唱歌在家睡觉。我很早我就中午就出来拍段子，我直接等到晚上唱到天亮我才回去，真的，这都是我的故事，这都是我的点点滴滴，知道吗？我领你进来了，我收你做徒弟了，但是还要靠你自己努力，你不能借着师傅的流量，对不对？师傅可以让你入境，可以让你上脸，知道吧？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对不对？你努不努力，你努力自然会有吸引一些正能量的人去关注你，去支持你。家人们，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我教他们的都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能帮到他们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一定要努力，真的，我每天我都是在工作，除了工作我就每天都是上班下班，我没有生活，我只有抖音，我都跟你们说了很多次，我也想舒服呀，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做人嘛就要努力，对不对？我要的不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定要加油，对吧？就是来我做，认我做师傅，也是他们认可我才会来，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主播他不去认别人做师傅呢？要来到我的团队呢，对不对？我希望我们能像姐妹一样的相处，我不是你师傅，你要把我当成你的姐姐，我要把你当成我的妹妹，这样子大家都能做得很好。我
你来了好几天了，对不对？你也能感觉到我为人处事啊，我不是那种就是很傲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我就能来到我这里，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客人。真的，我带他们都像我自己家人一样。也不是我自己说，你们可以问问如意啊，他对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真的，我不是老王卖瓜啊。我感觉以前觉得花姐就是一个很成功的音乐人，她一步一步从大排档做起来，我觉得这是在我眼里边，从大排档能成到今，能获得，从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基层的一个，歌手吧，能做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不可能，不是不可能，就几乎实现不了的一个事情。对，谢谢有元气的人，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对，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天跟师傅的相处吧，我觉得他的成功应该是一个必然，就是本身加上自己的天赋，加上自己对音乐的一个热爱。这个他对音乐的热爱就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我觉得这点不能说我就这点跟我很我跟师傅很像，就是对音乐有一个很一个梦想，是不是？我也是，就是，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能在酷狗发首歌，我是有多厉害啊，我都是有多牛啊，是真的。我没有想到我现在成了制作人，我真的我没有想到我当了创新的制作人，我能带着我这一帮就是唱歌好听的这些音乐人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等多年以后了，我回头看看我手机下歌手一个两个的都有自己的歌，我就特别有成就感，真的真的。就像最近我做的几首歌也都挺有成绩的，爱的迷魂汤测的人是我，对，都是我自己制作的歌，还有包括那个都怪夜太黑，都是我自己制作的，你们也可以去酷狗搜索一下啊。真的，我觉得这都是我的成绩，我觉得这也是我骄傲的地方。我从一个拖着音箱的，我没有想到我能走到今天，这么多人认可我，全网几千万的粉丝都在支持我，真的，而且每个直播间里都在唱你师傅的歌，对不对？太光荣了，真的，每个直播间都在唱花姐的歌，我觉得我太幸福了，我是真的很幸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很有成就感。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得直播间的粉丝，我们不管如意，咱们以后有可能你也会做到10000000的粉丝，也有可能你会做到很好的歌曲，就是上了Top 500啊，就是说你很优秀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知道吧？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我们千万不能飘，知道吧？我相信就是那个阶段就是很容易飘，但是我们做人一定要感恩，不能飘，知道吧？你一飘的话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吧？我们不管直播间有没有大哥，有没有粉丝，我们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首先这个东西要自己喜欢，你才能把它做好，对不对？首先你要把它做好，才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你、认识你、支持你，对不对，家人们？谢谢我洋气的人，感谢我洋气的人。我今天说了有点多，会不会很官方？没有没有，师傅真的，师傅他应该其实他并不是只是在说家人们，他其实是在以身作则。虽然我们相处时间没有那么一年两年，但是他平常做很多事情，他自己一点都没有飘，他非常的亲民。其实按理说，像他这样段位的一个音乐人，都蛮有这个有那个姿态的哈。其实他一点都没有高姿态，他会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永远的踏踏实实的去做，永远的不忘初心。不管你在我这里，多么大的曝光，多么大的流量，你一定要去坚持你的梦想，去不要因为你取得的成绩而忘记你自己是谁。对，这样你表达出来的音乐可能就变味了，你变味了，大家就不喜欢你了。我觉得师傅他也是在以身作则，我觉得也是在时刻让我们提醒自己，不管做音乐一年还是两年，都要记得自己的一个初心吧。对对，一定要不忘初心的往前走。对，然后我们就不说太多了，我只希望如意他们呀，还有小豆芽呀，都越来越好啊。你师傅好棒啊，我一定会带着他们做好音乐的，外星人大哥啊，我会带着
其实如意唱歌真的挺好听的，他比较有天赋。然后这几天我都有在暗中观察他，在没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都躲在小房间里面去练歌。我就觉得，然后我就让豆芽跟他好好学习，因为豆芽嘛他还小，所以说呢我都在教他们，我都在教他们，不管我嗓子有多哑，唱歌有多累，我都在教他们，真的，我都在教他们，希望他们自己努力吧，好不好？对，所以喜欢音乐的这个主播歌手还有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对音乐，对你们的音乐之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的话，你们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我们师傅的创新音乐啊，这里有非常好的音乐资源能够扶持到你啊，能够给到你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如果你喜欢音乐，希望你能够加入这里。嗯，你看这小丫头嘴巴比我还会说了，你说以后起不来都难，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我们这小丫头看起来比较轻啊，看见徒弟再来一个，徒弟再来一个，我们家豆芽呢？没事没事，你坐，马上下播了，没关系啊。豆芽来只会笑，来笑笑，会聊天，这丫头比较懂事吧？嗯，来一个美女啊。我也看到他来我就想笑，美女你又不会唱歌，你来干嘛啊？我来陪你啊。你不是来陪我，你来陪直播间里面的这家人。都陪都陪，我都陪，我就陪，我陪陪你们，不喜欢我也上来，对不对？对。这个就会笑啊，这个就会笑，以后逮着屏幕就笑就完了，好不好？好的。嗯，他还小啊，他才18岁，好好培养，比较乖，比较乖啊，就是我们家那个小豆芽啊，小豆芽慢慢来啊，我会教他唱歌，不行我可以培养他跳舞呀，对不对？他可以帮我伴舞呀，对不对？愿不愿意学习？愿意，愿意，看到了没有？我们只要愿意学习，那世上无难事，对不对？加油就完了，对不对？对。哦，我们才18岁，我们可以学到很大很大很大，我们可以长到老学到老，对不对？我们艺多不压人，好好学习啊。好好，豆芽需要更多的努力哟，你看哟，你看直播间里面都在，我会加油的。嗯，我会加油的，听到没有？我会加油的。花那个豆芽的声音比较嗲，就是撒娇，你们喜不喜欢？喜不喜欢？有微信吗？他们问你有没有微信，有就是不告诉你，怎么了？就是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除非你关注我，对不对？对。就不告诉你，优秀啊！欢迎大家加入我花姐姐的团队，只要你有音乐的梦想啊，只要你会唱歌啊，只要你有好声音，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我可以帮你制作啊，我可以帮你制作歌曲，是我的，谁也抢不走，谁飘屏呢？谁飘屏呢？洋气的师傅操碎了心，师傅操心没事，师傅他那个，师傅他老板不操心就行了。毛蛋去哪？毛蛋来，有人想你了，我去。站后面就行，没有没有没有麦克风吗？都想我们家毛蛋了是不是？想我们家毛蛋了是不是？我在这呢，我在这呢。啊，又来一个嗲的，我的妈呀！不嗲不嗲。小豆芽黏他姐，他姐上个厕所都找他，我姐呢？我姐呢？我姐呢？我俩长得像不像？像不像？他俩长得挺像啊。我不是挺像，我们三个挺像，我们都挺像。对。啊，都挺像啊。然后这个我右边的这个徒弟叫小豆芽，9.13913啊，你们可以给他点点关注，现在是2000的粉丝啊，2000的粉丝，文明啊，你们都给豆芽点点关注啊，给新人一些啊支持，给新人一些鼓励，谢谢。对，互娃大队帮忙监督，你们俩唱一首歌吧。 好吧，我把位置让给你，马上也就下播了，11点了。嗯，然后唱一首此情一直在心间。可以。好嘞，来吧，交给你们。我没有那个。没有什么独特，试着带入我的心事。姐，咱俩一起。俩一起跑掉。像个顽皮的孩
毛豆组合不错哈，这个组合不错，是不是？对，我姐。带出那一天起，种在了我心里，最好的时光里，刻下最美的痕迹。躲过流言蜚语，走出坎坷的风雨。这封情却变成回忆，短短一瞬难之间，谁也不必说抱歉，付出一切只换来一次擦肩。曾经云乱聚散，看淡所有的遗憾，痴情一直在我心间。 Hello， 我外星人大哥，谢谢我外星人大哥，感谢我杨静的人，谢我许哥，谢我外星人大哥。谢我漂泊哥，家人们给我漂泊哥点点关注。学大学了。爱从那一天起，种在了我心底，最好的时光里，刻下最美的痕迹。躲过流言蜚语，走出坎坷的风雨，这封情却变成回忆。短短一瞬难之间，谁也不必说抱歉，付出一切只换来一丝思念。穿进云乱聚散，看淡所有的遗憾，痴情一直在我心间。短短一生叹之间，谁也不必说抱歉，付出一切只换来一次擦肩。曾经冷暖聚散，看淡所有的遗憾，痴情一直在我心间。看淡所有的遗憾，痴情一直在我心间。家人们，好不好听？有没有跑调？月亮如意。谢我外星人大哥，我外星人大哥今天晚上一直陪在直播间守护着，谢谢。坐坐，一起坐。我们要下播了哟，我们有四个人一起给大家合唱一首歌，我们下播了。今天我们要感谢外星人大哥再次来花的直播间支持，谢我静然后直播间里的所有的家人们，你们辛苦了，呼花大队你们辛苦了，进进步了，我们每天会升级，我们每天会升几家了，我们可能慢慢的就可能暂时没有那么快，我们等地方报批我们就要户外全国巡演了哟，欢迎你们会唱跳的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然后谢我徐哥，徐哥给我徐哥点点关注啊，给我徐哥点点关注，然后给我洋气的人感谢一下，外星人大哥点点关注，外星人大哥现在是点啊，我们动都没动啊，家人们我们往上点一点哦，支持花姐的都帮忙点一下关注。感谢我毒酒哥，谢我姐哥，感谢我菲尔哥，谢我小豆芽，谢谢小豆芽在榜八啊，家人们给豆芽点点关注啊，豆芽现在是哇2000的粉丝了啊，家人们给豆芽，谢谢大家，给豆芽点点关注啊。感谢我哥们带头，谢谢我明辉，感谢我释然，谢谢张无忌，谢谢金龙，谢谢我迅迅，谢谢所有护花大队的，感谢直播间每一位，给我们扣一波加油吧，我们需要你们，欢迎我王哥，王哥，我们今天呢，王哥还在试设备啊，差不多了，已经调制的，我已经2天没有直播，在调制设备啊，接下来我们要上海演出了啊，上海啊，阿拉上海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他们都在我的团队啊都出去帮我找地方了，都在报批啊，然后现在有几个地方，有江苏，还有一个扬州，还有一个安徽滁州凤阳，然后是我老家，还有一个是厦门啊，家人们我看哪个地方先报批下来，我就在哪个地方先演我们的户外第一场直播，希望大家到时候都过来支持啊。谢谢大家，你们没有加入团啊，粉丝团的可以加入粉丝团，然后
啊，我们可以到时候有专辑呀，有帽子呀，啊，到时候会送给大家，好不好？家人们，你们喜欢花姐、喜欢音乐的朋友，给花姐点点关注。都怪夜太黑，记得打榜，记得同框啊。然后我们来首歌，我们四个人一起合唱，好不好？好。会唱什么歌？就比较深情一点的歌，《爱你一万年》都会唱吗？会吗？会，会是吧？来，《爱你一万年》花姐版本的抒情的，不要 DJ 的啊。上海呀、啊。鹏哥，你们把你们的坐标打出来，我看一下你们都在哪里。还有阿爸，我想在滁州，我想为家乡做点贡献。我想应该我的第一场直播应该会人气很高的啊、嗯，然后我就想回老家，我想回家看我妈，想家了。到时候我把我妈也带到直播间里面去，你们想一想。第一场我直播我应该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回家，回老家，给你们大家唱一首《爱你们一万年》，送给直播间所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送给你们，希望大家快乐健康平安。一首《爱你一万年》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每个人一段好吗？谢我快乐姐，快乐姐，我给你发位置，谢谢快乐姐，快乐姐，我给你发位置啊，还希望你去湖南，来，必须来的哈、哦，外省那边等着，我们会来的，加油，加油，我先来，你再来，然后你来，你来啊。细迷离，风雨解开我的记忆，我想跳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分钟花蕾深情枯萎，我愿意为你祝福，我爱你，我心已属于你，今生今世不移，在我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真意，不会漂浮不已，你要为我再想一想，我决定爱你湖南欢迎你。好的，你在哪啊？你在哪里啊？到底？加油，豆芽加油！好的，来，家人们给豆芽点点关注。想跳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意为你祝福，爱你，我心属于你，今生今世不移，心中再没有谁能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为你付出真意，不会漂浮不已，你要为我再想一想，我决定爱你一万年，我爱你，我心已属谁能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真意，不会漂浮不已，你
们起立。感谢大家对花姐的支持，外星人大哥，我们会越来越努力的把音乐做好，接下来我们要会好好努力的哦。直播间内的所有家人们，拜拜，晚安，感谢大家，谢谢。